台大医院内科医师陈方武对甲状腺的各种疾病有很深刻的研究，他今天说明甲状腺肿俗称大脖子病，其实可以简单的分为甲状腺机能亢进、机能低下、发炎或者是炎症几种。像我国女篮国手陈素贞就是患的甲状腺机能亢进，经过切除手术之后目前已经痊愈了，并且可以代表我国参加比赛。目前台大医院已经克服困难，用病人的血液可以测定单点甲状腺素，可说是一种很进步的方法。